此地便是地图上标记之处。金章，那些人真的是邪教的吗？他们的衣服不太像。哎，做坏事也不会穿的生怕别人认不出吧。果然是这种境势。既然已把我们诱到此处，为何他们还不现身为杀？别鬼鬼祟祟的，出来！不太对劲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再等等。我们在山腹之中，万一对方炸塌山体便糟了。行程。可。不好。是哪位出手相助？你们没事吧？李元叔，是你啊。大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望见你们进了矿道，有些不放心，就跟进来看看。正见到那家伙意图炸塌矿道，可惜火灭了后一团漆黑，没能擒下他们。是这样啊。炸药。明姑娘，你和其擅长炸水术法，麻烦你们去把火药都弄湿了吧。有炸药，不过奇怪，量如此少，恐怕无法炸毁山体吧。好了，炸药已经都浸湿了。明姑娘，贤卿说林渊身上有与硕玄同样的妖气。妖族行走人界，大都井水不犯河水，只是你不该将爪子伸进我的碗里。原来你是那女妖的同伙，很好。月小子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心里有数？落日部的耻辱，我定要加倍讨还。站起，小心应付。
找问题。住手！再打下去，八旋里震塌了，咱们都麻烦。他说的不错，大家停手。林渊，你和硕玄是什么关系？你们是不是知道我和齐的过去？是不是一直在暗地里监视我们？岳小子，我对你们绝无恶意，这里不安全，刚才那伙小贼随时可能回来炸塌矿洞。我先出去再说。明姑娘，你和齐在前面走。先疗伤吧，暂时以守为攻吧。
你可以说了。我和硕玄都是残存在妖界天晴之海的余族，而齐则是我等君上筑宇的骨血。少君，臣下之前失礼了。啊，我？你说什么？贤清，小月的身上并无妖气。 君上自上古生存至今，非一般妖族。数十年前，我们余族逢遭大难，族民死伤十之八九，幸存者大多陷入沉眠以休养生息，包括当时刚出生的少君。出生后一直沉睡，
因此小月方才没有过去的记忆。嗯，三年前少君因意外坠入人界，我们寻到他时发现他已经苏醒，而身边多了一名人类少年，已成了他的护生。护生？幼年余族如果身边没有成年者保护，便会下意识地寻找一个保护者，余族会激发保护者的能力来保护自己，并对其意识进行影响，令其以保护自己为第一要务，视为护生。你是说今朝的力量是小月给的？少君只是将月小子本身的潜能激发出来，月小子有多大能耐都是他自己的，只是当时少君因为尚无法控制力量，在将月小子变成护生时伤及了他的记忆。是我害今朝忘记了过去。之后我们追查过月小子的来历，发现他只是个普通孤儿，狩猎为生，君上念及天青之海生活艰辛，少君记忆苏醒并寻到护生，便留他在人界，并命我和硕玄暗中保护他。事情就是这样。今朝我要去天青之海。嗯，也好，君上对其也是十分挂念。起，走。对了，我是你的护生的，我该听你的才对。今朝，今朝，等等，我们就在这分开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月雪，我不会让你孤身犯险。随妖魔前往妖界吗？明姑娘，我们……小秀儿，行清兄，你……韩将兄舍不得训斥小秀儿，若让他知晓小秀儿如此不顾念同伴，倒霉的可是我呀。眼下已是打草惊蛇，石老太也明显不愿与我们合作，不如我们先前往天晴之海，之后再让镇武王派人前来此地行差。